对，没错，这里就要养成这习惯。你想想，第一，出去时候半条线，你把主力脚使劲顶直，你不就养成习惯了吗？这样到中间你每次一上步，你膝盖就是顶直的，明白没有？其实中间的所有动作都是从把杆的练习来的啊，所以别以为把杆我随便啪啪啪做完就完事了，不够，没用啊！把杆好好做，把杆做好了之后，中间动作它自然而然的就运用上了。明白吧？来。Thank you.
去甩头啊，甩头，第二个圈没有甩头啊，甩头。第二个圈啊，甩，好一些 ，good。然后甩甩甩，又没甩了。哎呀，这个结束的方向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就单做的那个一个小圈甩头，流头甩头，而且什么叫流头甩头？转圈的时候，你先把头流的甩过来，流的甩过来，看见了吗？流头甩头，流头甩头。对了 ，OK， 右边两圈，四 ，one and two，one two，that's it， 这个圈就好一些，明白吗？OK， 好一些，左边 ，IT 圈好一些，最后，一样的啊，看见没？流头甩，甩头，对了，好一些，这边也是啊，流头甩头，甩甩，好一些，甩。巴郎塞巴郎塞，东北巴的布瑞。流头甩头，好一些。我们是这边。东北 body break， 第一个脚，第一个脚，第一个脚进我的 floor， 好一些，这个就好多了，至少这动作看起来就对了。那个手每次就，对啊。这边的。别往，别往，别断啊！不要，不要，这力量，别停，停了吧，你这个力量。那我就去回一下。行，不要停啊！注意提胯啊，最后提胯。好的，再把膝盖伸直，前脚膝盖再伸直，好，行。